别放肆一点，别放肆一点，重新来，没事，别转。这个让你转大一点，一起看，来转一下。昨天晚上怎么一身都累了？糟糕，饿死了！你们这个从接触到现在多长时间？啊？不知道。两周还是就是最多是两周的时间。没有，对吧？这小姐很多问题。不是，我就说你们从开始接触这个车才开始吗？